先把这个组装好。 这个定位的卡点对准这个定位层装进去，组装好。然后就是固化胶，要把固化胶那个嘛，然后这是穿铅，穿铅这样子穿进去。我们现在这里没有铅嘛，就是说，比如说步骤就是这样子，然后把它固化好，固化好的话，这样子固化的，然后再把这个压接上去。 这个钢丝给它压接上去，把压接钳给它压接。我们没有压合适的压接钳，这拿错了呀！压接钳不是，我把这个压接。